还能打滚呢。我先去给你拿点吃的。拿什么吃的呀？这不挺多吃的吗？那你还需要什么吗？我什么都不需要，乖乖的躺下来，陪我聊聊天。你知道吗？我上大学那会儿跟你一样，也是学设计的。那你为什么去市场？毕业前觉得自己很优秀，满脑子都是关于设计的梦想，但现实就是梦想不能当饭吃啊。想要更快的在上海立足，我就只能去奥克的市场部，抛弃不切实际的少年之勇，做别人眼中该做的事情。可是我不甘心呀，所以我就跟自己打了个赌。什么赌？7年，我要在7年之后让自己变得更好，然后做回设计。今年刚好就是第7年。所以你辞职只是一个开始，是你最初就已经规划好的。差不多吧。李泽南不愧是李泽南，这么一比，我好像每天都在混日子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。你不是想做设计吗？做设计是因为我大学4年都学的是设计，如果不做这个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。但是现在想想，我好像也不是很擅长做设计。听你这么说，是已经有想法了吗？奥克给我发来了入职邀请，我确实有点纠结。嗯。奥克要挖我哎，你怎么就这么淡定啊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我觉得这个机会确实挺好的。嗯。但是老徐和同事们也对我特别好。你是想继续往上爬，还是原地大步感恩戴德？我当然想进步啦。但是我也不能忘恩负义吧。机会难得，奥克的项目还有智雅轩的3方联动，这已经是巴巴爱德的上限了。但是对于你来说，这仅仅只是开始而已。我知道。但是早点面对吧，毕竟以后你要面对更多这样的选择。李泽南，嗯，你就没有迷茫过吗？迷茫？想想当初为什么来这座城市，哪有时间迷茫？进，拉拉拉！
吴总您好，坐。吴总，吃了吗？吃了吃了。嗯，就跟你意思一下，反正没剩几个包子。哎，你说现在人做这包子啊，它皮儿这么厚，馅儿这么小，人留这么多空，他。你来干嘛来呀？吴总，我叫叶璇，人力让我来找您的。啊，叶璇啊，哎，不用了，我对你已经非常了解了。是吗？不过你是设计部招过来的人，来我们市场部做什么？吴总，我呢是想争取进入市场部。嗯，不，你不适合。吴总，我是想跟您多学习，哪怕从助理做起。我有助理，而且我不想抢设计部的人，你走吧。好吧，谢谢吴总。嗯。那等会儿，你回来。嗯，一会儿路过茶水间的时候，帮我把我助理叫过来。你如果叫不醒的话，使劲摇，啊。好的。谢武大，真受不了你，我不干了。哼，加钱？加多少钱我不干了？谁敢谁干？哎，等会儿，别找我，给你放一个月假行不行？回来。这年轻人还太冲动了。欢迎你加入市场部。啊。叶璇，来新项目了，看看吧。网吧？怎么能说是网吧呢？全国连锁的高端电子竞技会所啊，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，好好看看。好嘞。你别放下，你接着看，好好看看。嗯。哈哈哈！没想到吧？来来来，宣布个事儿，宣布事儿啊！经公司高层啊，也就是我决定，现晋升叶璇同志为巴巴艾德第一高级预备首席设计师。啊，继续努力啊 ，Great power, great responsibility 啊，多为公司做贡献。哎，徐总，这个第一高级预备首席设计师是干啥的？顾名思义啊。第一高级，是对叶璇工作能力的肯定。至于这个预备嘛，那就是说明距离首席设计师还是有一点距离的，要继续努力，对吧？哦，果然又是套路。哎，什么？这夸你呢？夸我什么？徐总，那这个第一高级预备首席设计师是不是工资啊、奖金啥的都该涨一涨了？哎，说到这儿，啊。当然了，还是要涨的。我决定涨幅为1000，嗯，10000，这孩子疯了，不会是100吧？没错，就是100。哎，干嘛呀？年纪轻轻，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，多想想诗和远方。你看我。我对钱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一个优秀员工的价值能用钱来衡量吗？对不对，叶璇？徐总说的对。你看人家这觉悟，啊，加油，好好干啊！聘书即刻生效，加油！喂，你好，奥克集团市场部的 offer 已经发到你私人邮箱里了。薪资比巴巴艾德翻了一倍，啊，还有年底双薪、加班补助、餐补、车补，每年还有一次出国团建，你明天可以去办理离职手续和入职手续了。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啊？我想再考虑考虑。没想清楚，我们可是奥客，还需要考虑吗？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人，
我去跟吴总监申请一下，你抓紧决定。谢谢啊。阿葛森也入职了。嗯。你觉得我的决定会是对的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不过你不去选择的话，怎么知道对不对呢？相信你自己。晚安。晚安。相信自己。喂，您好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叶璇吗？我是叶璇。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再不办理，我们就要视为弃权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您抓紧时间吧。谢谢您，拜拜。磊哥，啊，啊，小叶啊，你东西收好啊，可不能乱扔。我，没事儿，怎么想怎么做。磊哥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那我要是你的话，我肯定就走了，连夜走，东西都不要，真的。爸爸爱德要钱没钱，要名气没名气的，还老徐还那么抠。不过说真的，奥克那个平台很大，以你现在的能力，你肯定能学到更多的东西，你会走得很远的。郭天磊啊，大清早的你拉着叶璇在这干嘛呢？啊，小叶说要找我报一个东西，报不了啊，小叶。好，哎，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抠门呢？不是，叶璇，这事我替你做主，报了。不是，你值啊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看门口那堆垃圾，我不是在拖吗？拖在那儿，拖着。刚才徐总这边应该的。哎，啊，没事，徐总您先忙。没，进来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陈律师。啊，陈律师好。你好。你来的正好，刚才我跟陈律师正聊着呢。这个林老板啊，太过分，敢欺负我员工，我跟他没完。徐总，真的没事了。我那天虽然受了一点小小的委屈，但我觉得他今后肯定不敢再做这样的事情了。那能行吗？我告诉你，这种人我太了解了，你不给他点惩罚，他以后没完没了的，逮谁祸害谁，啊，对不对，陈律师？徐总说的很有道理，面对职场性骚扰，我们就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。你看看，真的不用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给我客气了啊！你这个心理创伤也算工伤，律师费呢就从公司财务走，你不用操心啊。以后有这种事儿啊，就我不在的时候你也得告诉我啊。你不要觉得自己一个人来上海了，自己无依无靠，不要这么想，我来保护你，好不好？啊，咱们巴巴爱德就是个大家庭。你有什么家庭？徐总对我这么好，我还想着要离开公司，实在是太忘恩负义了。啊，这肯定咱们是一个充满关怀的大家庭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哎，正好咱们坐沙发上，聊聊那天发生的具体情况。愣着干嘛呀？走啊。我们，你要辞职？
么就突然想辞职呢？徐总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想辞职。来，给你捋一下啊，这信是你写的吧？啊。哎，你亲自拿着到我办公室来，你就是奔着辞职来的。你现在就突然告诉我说你不辞了，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徐总您别问了，反正我现在我不想辞了。我不问能行吗？你明天又想辞了，我怎么办？我觉得您对我有恩，而且我跟大家感情又那么好，我舍不得离开。那你本打算辞了去哪儿啊？找下家了吗？奥克。设计部。市场部。你坐男的，那看来你也是深思熟虑的。你先出去吧，我想一想。徐总，去吧。成哥，我听说你要走了。我现在真的不想走。总感觉最近我们生疏了不少啊。原来的话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会第一时间跟我说的。怎么会呢，成哥？你是我来上海认识的第一个，也是最好的朋友。那你真的想好了吗？到底是走还是留？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，不过叶璇，如果你是因为舍不得大家而留下来，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。好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一步。不过，不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一定会支持你的。毕竟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嘛。进，还没走啊？啊，处理点事儿，我就走。你带二方面，来，谢谢。还不睡？来，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小叶要辞职这事儿，白天被我撞见了。嗯。你怎么说？我觉得他应该走。我就这么说的，但其实你想，你确实，你说的对，该走。奥可是大集团，在咱们这儿屈才，
我问你啊，如果你是我，你怎么选择？老许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吗？况且，我想您心里肯定有答案。你早点回去，我走了。早回去。什么情况？那个租户非要把咱们室内格局改了，整个院墙都要推倒，说什么找了个大师设计。反正我说了，咱家风水比较大，哪儿都不能动。可人家横得很，说是给钱就是。你没跟他说咱家穷的只剩下钱了？反正店铺内部格局不能变，墙面也要完全保持原样，记住了吗？尽力。但那个租户有点难搞。那租户什么来头？开饭店的，叫什么？翟亚轩。翟亚轩？哈，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？点评网推荐的呗。你不是有御用的理发店吗？好歹是人张博辛辛苦苦给我做的造型，说换就换了。人家会伤心的。真是挺细心的。干什么呢？姐姐有这么漂亮吗？心情不错嘛，看来是拉到投资了。你心情好什么呀？哎，我现在想想就来气。来气？说来听听。我这个二店的房东，天天跟我聊什么封建迷信，聊什么风水的事儿。我拿着大设计师的设计稿，我连一砖一瓦我都动不了。还拉什么投资？这样。你怎么这么好奇啊？难道你有什么门路？你就当我刚刚在放屁。你过来。干啥？过来。蹲低点。小朋友还挺精神的嘛。瞎说什么呀，你才多大呀，叫我小朋友。好好好好，大叔，行了吧？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，少熬点夜吧，你这个发际线要注意一下啊。来，我来帮你洗头发。小朋友。喂，那个郑亚轩的租户的事情，你要搞不定的话，我来搞定。玄玄，你
你不是说奥克是最好的一家广告公司吗？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试一下，你不怕以后后悔啊？可是妈，你知道前两天徐总跟我说，不管林老板的官司是输是赢，他都会和大家一起为我撑腰，我们一起共进退。我有这么好的老板，这么好的同事，我现在走会不会有点忘恩负义啊？嗯，是有点残忍。但是玄玄，职场不是交朋友，你不能太过于感情用事。我知道妈，可是如果我现在走了，他们短时间之内也不会找到人，那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办啊？萱萱，你已经长大了，有些事情啊要你自己做决定，有些后果要你自己去承担，当然了，有些成果也是你自己去独享，你要想好哦。我知道了妈，我再想想吧。你早点休息啊，晚安。萱萱，早点休息啊，晚安。李少熙，李少熙，您喝水，谢谢。你怎么突然来找我了？怎么不欢迎我吗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是不是方案出什么问题了？就算方案出问题，我也不会再找你了。叶璇，去奥可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。之前是有纠结过，但是我现在真的不想去了。去奥可可是每个广告人梦寐以求的机会，你不想吗？我，你放心，我今天来不是劝你留在巴巴艾德的。虽然我对奥可向你抛出橄榄枝这个决定抱有一定的批判态度，但无论从我个人角度出发，还是从你未来长远的规划来看，我都觉得。你应该去。李首席，那徐总的意思，老徐这个人呢比较感性，年纪越大反而越矫情，他思前想后都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，倒不如我来替他做这个坏人。叶璇，经过我和徐总的慎重考虑，觉得你不太适合巴巴艾德设计师的这个工作，我今天来是正式通知你，你被辞退了。签字即生效，希望你能没有后顾之忧，勇往直前。巴巴艾德呢，永远都是你的家。干嘛呢？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我被辞退了。你被辞退了？公司知道奥可给我发了入职邀请，第一时间就跟我解约了。我知道，其实他们是想让我有更好的发展，可是我。像是老徐能做出来的事情，你知道徐国人和李夏之前也是奥可的员工吗？徐国人之前在奥可的市场部，李新夏在设计部，
后来不知道一些什么原因，徐国人带着李行夏一起辞职去创业，成立了爸爸爱德。难怪周总会把豆科奶茶的案子给我们做，原来是因为这个呀。也不全因为是这个，据说那会儿徐国人在圈内还是颇有威名的。爸爸爱德确实教会我很多，真的挺舍不得大家的。别难过了，你看，大家都这么支持你，你以后要做出更好、更有创意的设计，别让他们失望。爸爸艾德也会以你为荣的。我会努力的，但是我没去设计部。啊？我应聘的是市场部。你为什么突然想去市场部啊？简单来说，我不想做乙方了，我想成为甲方。我发现相比起设计，我好像更喜欢跟客户去打交道，了解品牌故事，调查用户喜好。我想努力成为一名可以把握品牌未来方向的决策者，因为我想成为像李总监一样厉害的叶总监。李泽南，你一定会支持我的，对吧？你为什么这么笃定？因为我们都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，做着最重要的决定。那不好意思，我要给你泼盆冷水。你要干嘛？新来的市场部总监不好惹。好舍，自求多福吧。晚安。你能不能别每次话就说一半就走啊？还会有人比你更不好舍？哦，你既然已经决定了，你就要好好的干下去。你不晓得上次你跟妈妈聊完之后啊，妈妈很担心，生怕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。你放心吧，妈，我能有什么压力呀？我现在正吃着牛排，喝着红酒，舒服得不得了呢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啊，对了，我明天啊就要去上海了，我们马上就可以见面了。妈，你明天就来上海啊？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？咋了？妈妈想给你个惊喜。你不想见妈妈？没有没有，我可想你了。但是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说了啊。我要去买东西了。等一下我就把车票信息发给你。你要记得来接我啊，我找不到。不要忘了啊。